这店好酷，卖糖葫芦加海泥根。这店不特别。对啊，还有热巧克力。是酒吧。这个走在欧洲这种感觉，那就比欧洲的街还要大。正常啊，没有，也还是有问题。我觉得你那扭力好像变弱了。有没有本来不用上班嘛，应该撑得住的。我是反而想买那我就。